在回家，回家买点儿，去那买点儿排骨的，马上过十五了，还没买到跟亲家娘那儿的。买点儿排骨，然后那一会儿到超市一看，买点别的啥，咱月饼弄好了。姜肉卷儿，哦，你要去皮儿呗，姜卷儿。去皮儿。买一身排骨，买点肉馅儿，往俺家里买一块肉哈。家里人多，黑呀，们俩都回来了，还有花花也回来了。哇，挺沉。一点白面就是。多少钱？一点白面。蒸一看呢，给你掰开一个吧，就是蒸的月饼，可好吃了。看到圆乎这个是呗？对，看都可以。我给你掰开掉啊，看，哎，看，什么？可圆乎了嘞！对了，啊，给你拿掉，吃吧，吃吧，啊，吃吧。我这个了，你给俺姥姥往这走了，你上去了，俺姥姥拿去。行了，现在在家里煮，你在家吃完，给你尝一个。我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俺不吃，俺不吃，俺不吃。反正在家吃吧，给你尝吃吧。我去干娘这了的。那你吃。我把这都是干娘送我这的。哦，你吃。这里送你的。啊，腿都不要吃吧，把那面扛那扛着了。腿掉的。腿掉。嗯，吃腿的。哦，腿掉吧。嗯。尝吧，这是时尚店，有这老胡说，有这正，是的，生生果，啥这个玩意儿最实惠的，是，就是说那的，咱不要养，啥实惠没啥。关键咱娘愿意整干地吃。回来这个放上面没事吧？叫你去给你放的，愿意推荐点的。叫叫等到这个，我呀这个肉沉呐。嗯。啊，别别的。啊，这来那都明白了，咱离得近，拉手到了，拉手到了。爹爹，俺娘知道我来了，你看，我都记不着你叫我了。是谁爹？你说买这脸都得咋的？你认那爹他的要命啊！对呀，这都是肉哎，买不拉点都得啥人来送来，关键是大夫不来了。你看俺买肉，你说说他们。这个娘，你好整面的，你整个烙面冻了在这吃。烙烧饼，烙烧饼，那叫俺往叫俺往城里拿给黑人烙，这其实是哥自己买的。你烙烧饼最好吃的，你猜起来没？就是，俺烙烧饼咋样不溜？俺这可圆乎了，咱烙。你吃，咱烙咱是烙不成。哎呀，烙不成，俺烙这个呀。真买的呀！给你卤糊吧，娘这个面。嗯。卤糊姜黄太那个这个香了。我白豆干。这白豆干，这几年要有十八年，能十袋面都多了。买了。对。那个面吃不了呀，多少时候呢？咱家人多。对。这一放假，你看孩子们这回来了，都到这吃呗。就是。还得麻烦你跟俺爹走呗，吃呗，俺不得买点还能能摘呗。关键你给我买了一袋面。那才两袋面，那得买了。要十年，你不得十袋面啊？家里人多，啥时候买啥？咱还不要个羊，对呗？要鸡呗？买点汤，买点面。就把那个那个不落吃的点，把那不落。放上放上，放上。月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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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饼
我买排骨，我给买多少？俺亲戚买了，伢这没有，俺都摘了，你知道嘞呗？我买了一身，给一点儿，往俺家里留了点儿，给你买了一块肉熬菜吧。没有买那么多，买那么多冻的。买多也吃不了。就是熬一根菜叫你，往俺家里买了点肉，俺讲我买不多，反正你吃完娘吃完平常了再买。伢说买点肉呗。也不知道买啥。不是的，买啥？嗯，有啥不？那走哪买都在这吃了。俺不来娘，你看那胳膊磨着吧，那胳膊。好冻了就，这两天这花生这也不是，不是，我不知道这是这个吵架的。上回也是这个路，还掉轻易的。上回我拉咱家去也是这个路，现在现在还是，人家就低一些背啊。你说人家你说对了，娘你注意点事儿。嗯，可不是凉呀，不是不是。娘你把这块地吧，地你把这块放放放放，真的。冻死掉。那你回去这块儿吗？这还有，我往俺家有嘞。我家有。我给俺姥姥拿点儿，我说叫俺妈亲戚姥姥给俺拿上去。一家吃。都有，一家吃点儿。你把这个拿上去。好吃吧？不，有，是不是？有。一家那么多。